放生在这里吗？博物馆是一个位于美国奥勒冈州波特兰市郊的私人矿石博物馆，展品为奥勒冈州米氏夫妻 Richard Rice 和 Helen Rice 的私人收藏，以及其他藏家借展的物件。这块千金岩是我目前为止看过最大的一块。千金石的特色是鲜艳的宝蓝色，夹杂些许黄铁矿的金色和方解石的白。陶艺创作与矿石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，不同矿物提供了釉药，呈现出不同的色彩。从左到右分别是孔雀石、深酸氢氢氧化物、细孔雀石、一级矿、绿铜锌矿、水和细酸铜和赤铜矿、细孔雀石和假孔雀石。这颗好重，对，一颗是黄金的。石雕的特色是艺术家运用矿石本身的色彩、透明度表现和雕刻的形象做搭配。大师级艺术家利用自己对矿石的知识，可以从原矿意识完成的作品。雕刻过程中，除了视情况调整策略，或是大幅度修改，让作品呈现最佳的效果。另外一个波长在摆，然后两个波长同时打的全部都亮起来。
掉的树木被掩埋，其有机成分被主要为二氧化系的矿物所取代，就成为了木化玉。在替换的过程，如果有掺杂其他矿物或杂质，就会形成不同色彩的木化玉。完整细化的木头化石抛光完成，质地看起来很光滑，兼具艺术与研究的价值。这有点像雷公蛋的感觉。有些木化玉像星空，像黑夜，有些像是七彩的画作，或是甜蜜的糖果纸。随随便便拿出来的东西都超漂亮的，比较大哦。这里展示各种颜色鲜艳的矿物和宝石，包含柠檬矿、托帕石、电气石、孔雀石与蓝铜矿等。这件著名的标本阿尔玛玫瑰产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甜蜜的家矿场，该矿场产出目前已知最大的柠檬矿晶体，其鲜艳的红色吸引大众的目光。这颗400磅的托帕石连接了藏家 Jean 的美好回忆。60年前，一个冶金实验室准备把大型托帕石晶体切片做成研究仪器，他说服老板保留3颗给世人欣赏。到现在，那3颗都还在博物馆展出。50年后，他偶然遇见了这颗类似的托帕石，决定买下来为世人好好保存。到我们的世贸二馆，可以看到雷公蛋的成长。雷公蛋从火山热液中的小水滴周围开始结晶，结晶越来越大的同时，中心的水因为高温转为蒸汽，蒸汽去扩大球体形成裂缝，之后球体中心的空腔渗入了充满二氧化系的水，慢慢形成空腔内部的沉淀物或结晶。根据当时的温度和水中的矿物质的变化，形成了水晶、玉髓、玛瑙、碧玉、蛋白石等，让雷公蛋中心的填充物变化万千。可以看到它的一条一条一条的平行的水平线，然后随着沉积的时间不同，物质的改变颜色也不一样。然后下方有看到碎裂的部分，但是又重新被填起来了。非常的漂亮，然后它现在市场上卖的就是它的那个枝越长，越大块越贵。
去找太阳石的矿场。这边是颜色种类丰富的奥勒冈州太阳石，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太阳石不同之处是含有铜矿，含铜量的多寡形成奥勒冈州太阳石不同的颜色。同一颗太阳石也可能同时拥有两到三种色彩哦。碧玉是不透明不纯的微小石英颗粒集合体，和水晶、玉髓相比，含有更多的矿物杂质，形成更浓烈的色彩。不同地区出产的碧玉，有些颜色较单一，有些则拥有多种色彩和奇妙的图案。好，我们现在在这堆矿石里面寻找我们的免费的一颗矿石。来这间博物馆有买票入场的话，都可以来这边挑一颗自己的喜欢的矿石带回家。这里吗？你看照到太阳的融雪了，没照到太阳的草上面还有雪。现在几度啊？一度。在外面刮细细雨，然后选石头。这边是他们的那个礼品店，然后礼品店外面就是有这种一磅一磅卖的，有5块、1块、3块。那我们找到一个这个。好吃吗？不错啊。你的好吃吗？就是蛮好吃的。来到 Oregon 的这间 Rock Shop， 好像很大。So it just depends on what size you're looking for. Okay. And then I can tell you what the prices are.又是一个后院区，对，我这边是我买的东西，这是欧里根的太阳石，这个是蛋白石，这个是有猫眼的红宝石，是不是有星星的。寿司店，开吃。味噌汤超咸，炸鹅啊 ！The moment of truth。哎呦喂啊，真的是鹅啊！整天 Oregon 的玩乐之旅，明天继续喽。Hello， 今天是波特兰的第二天。刚刚导航带我们经过了一座桥的底下，然后发现它是帐篷区，有一个人在跟空气打架，打得很激烈。所以我们没有按照导航的指示走那条路，我们就找别的路走。Oh my god， 那么多人！
现在我们要去吃早午餐，我们选的这间是很多人推荐的 Spring Door。 订完车然后要走路去那个早午餐的地方，这个街道上面的树超大的，好像在电影里面的感觉。香蕉，看一下，法国吐司、焦糖香蕉。第一叉呢是被捅一刀的炸鸡松饼。坐在车上就可以看到，哎，请看，看到了吗？要下来了。这单暖单暖的心情。我们前面看。Freshwater fish species in North America and can reach lengths of almost 20 feet and weigh up to 1,000 pounds. They may live well over 100 years. 又过来了，表情好可爱啊。Yeah.